懂吗？那这一把我就数个三，抓个人来打野钻二的，对面打野钻二的猎食者，可以。不太想速三抓人，因为最多抓一个，最多会抓出一个闪现。如果想单杀，其实不太好单杀。其实往上把打的其实没有问题的，在哪里？其实上把的话。我上把的刷野思路其实没有问题的，还是不能速三，还是老规矩，偷个鸡。嗯，像我这个还好的，像有一些男刀锋打野，他是把所有野怪都刷的，我还好，还留了一组野怪，控个核线，走。嗯。一般的话都是前期基本上把野怪刷了，控一下核线的，知道吗？对面抓我也不可能配合他一起抓，不可能的。这打野应该不会抢核线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推线权。我怎么感觉我怎么刷野这么伤呢？在哪里？奇了怪了。你看我这一波去上路，最多抓个闪，杀肯定杀不掉。这个逼有点太皮了吧？该说不说呢。算了，兵线有点多，算了吧。拖我节奏呢，该说不说呢。哎，不应该管他们呢，拖我节奏了。兵线太多，抓不了。嗯，但是还好，我觉得凯隐这一波应该会去下路打核心。最爱。他应该去下路打核心了，得小心一点。凯隐在，我来了。哎呀！算了，嗯，控一下下路核心，走。其实我可以直接抓象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嗯，你被耍了。别推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他应该把河蟹吃了。我们刷石头人，不着急。嗯。没有机会。偷个 F 六，如果我觉得如果对面是食肉型打野，我就速三。开始抓人，把这个抓了，把这个刷了可以回家了。感觉第一波，接下来开启无敌抓人模式。嗯，锯齿团，然后抓的话，抓下路感觉好抓。ADC 没有闪，翻起来。ADC 是没有闪现，他们活不长了。下路有点小崩。打残了，但是没打死。ADC 舒服了，我难受了，相当于我得毙了。嗯。
再来一个场景，花了50块钱，好闪，可以。你看这一波我一旦没抓到人，我就很伤了。你看凯伊的等级就比我高了，他现在在吃一波中路兵线，他比我先溜。嗯，不行，嗯，下路和气好了，走，咱们去下。石头人准备这把出咒的，这石头人吃一波河蟹，看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再抓一波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嗯，最好等我。嗯，石头人不见了，河蟹有没有？有，拿下，直接交成。再偷个鸡，升个6级，然后直接抓下。我有大招，感觉可以抓一波。先偷个鸡。嗯，我觉得凯隐下一波应该会抓这个中路，因为石头人也溜了。看他们反一波野，来来来。来了，操作，扛塔换了也不亏吧，算了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溜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嗯，溜了。刷一个石头人，男枪没有支援。回家的话感觉可以做一个圆弧了，接下来我开始疯狂带节奏了。出了圆弧之后你就 尽量少刷野了。接下来我将开启我的无敌抓人模式。嗯，不刷野了，现在最多拿个大野怪走。有圆弧的话尽量多看看，增加我们的抓人效率。翻墙，先拿个蓝帽子。此时此刻我是没巧，没有那个大招的。他应该在打河蟹，可能看一眼，没打的话抓一波上，扫描一下。感觉可以越塔呀，我说实话。哎，凯隐来了。哎呀，好烦呐、啊！本来双杀了，我失误了，操！这被动怎么没打出来啊？这一波铁双杀的呀！杀两个大招 CD 好，再抓波下，节奏就起飞了。嗯，哎，我这一波连招错了，这一波按道理凯隐是必死的，这波他运气有点好，他这一波直接变蓝凯了，变蓝凯就不太好杀他了。直接秒了。帮他推波去，我的大又好了。河蟹看他们偷一下，拿了吧，他在下，拿个峡谷，不过分吧。嗯，
峡谷拿了抓波上，然后推一波上塔，节奏直接拉满。能不能越塔啊，兄弟？可以越塔，可以越。谁来扛？谁愿意扛？为什么是我在扛？我是你媳妇，我死了应该。来吧，是他的。丢了。我先进了，嗯，回家赶紧买双鞋，继续开始干克，增加我们的抓野抓人速度。CD 鞋，锯齿短臂，嗯，我现在有大了，我觉得打野应该接下来应该是主抓下的感觉，打野九级了，那我频繁的抓人，我的刷野就会变少。贵贵，这也行啊，这有点烦啊，这一波没蹭得了助攻，我靠，挂了。真是可怜。小心，鸡有没有？没有鸡，来，这人没闪，23秒，这里应该有眼，算了，我不去了。溜了，又有大了，我大 CD 又好了，我现在速度特别快。即将脱落，赶紧帮他赶紧把这波线推了。嗯，一塔能不能拿下？下路马上没有一塔。拿个红 buff， 再抓波上，其实可以了，可以搞，感觉。操了个爹了，他妈的，好吧，弹了，哎，弹了，1800，1800，他我觉得也弹了，你这么往这边跑干啥呀？他也贪了。只有傻瓜。我跟他都贪了，但是这一波他贪赚了，我们贪亏了，嫖一波钱吗？嫖一波钱，溜了，溜了。怎么是泽拉斯的图？不应该是我的图吗？啊！我靠！这石头人肉的跟狗一样，这石头人太鸡巴肉了。但这把节奏带带就还可以。你看，但是我的刷野就少了85刀，对面122刀。其实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你想抓人的话，你的刷野速度就变慢，就很烦。透过机，石头人是不好刷的。
来个蛤蟆怪。这打野现在等级有点高。包饺子了。漂亮，助攻有。蓝凯加猫没事，不要慌。这把我能把对面 ADC 随便秒杀，他在投小龙，能不能来个人干可一下？幽梦还有。石头人出的全是护甲装，我来了。他们活不长，不好上。速战速决吧。凯隐可能会过来。我刷这把刷野我太少了呀。只有少。确定吗兄弟？我来了。16秒大，杀两个，我的大招 CD 立马减少。下路带一波兵线吧，兵线的话队友不守吗？这队友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补一下线，等级太低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去下路推一波塔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可以去下路推塔的，我有峡谷先锋在哪里。应该可以推了，中路有个石头人推了。现在我们逆风的话推塔是有额外经济的。操你大爷。星矢买了第三件的话我要做一个青羽了。我想反杀的，刚才其实想反杀他的，但他直接进入我的身体。猫咪加这个凯隐有点恶心，还行，没给头，没给头不是特别亏啊。你这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打架吧，来吧，咱这边得有前排，咱这把没有前排的话，我第三件出一个黑切了，有没有搞头？大龙视野能不能给呀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没有大龙视野，有点慌。这把刀是我的。Shut down。大龙。先吃个红回口血，大龙可以了，找到机会了，但是我没惩戒，我没惩戒，跟队友说一下，小心杰斯一爆把那个龙头了。
还行，有惊无险，对吧？嗯。ADC 我随便秒的，我 QRA 加上青史的一簇加成，他跑不掉的，他有闪都跑不掉。哎，我来了，喝多了，敢在这个烟雾里面打架，你是真的皮啊。嗯，这么浪，小心凯隐，石头人可能在附近，小心，吃个蛤蟆反不也。还有，不要妨碍我。不行，他们两个都干不过，他妈了个棒子的！这两个人，一个有虚弱，还有个点燃，我好。我杀凯隐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我 Q A 二，然后一瞬间给他秒了。不然他直接进入我的身体就不行了。我操！等我吧，等我吧，兄弟，别吧，等我，不等我。凯隐没到，立刀，漂亮。凯隐应该会过来。买一送一是吧，还剩一个进，随便杀，吃鸟回血，可以了，反不也，反不也，蛤蟆吃了，那我带下吧。哎，二塔能推不？推塔。又来了。干啥呀，哥？听说你叫塔利斯，操你个低阶了我，3400神装了，兄弟们，黑切买了。愤怒合金，25分钟神装，你没有看错。嗯，25分钟神装，兄弟们，你没有看错。1300块，已经偷了1300了，1300块。
我觉得我觉得还是需要改进一下，这个刷野的路线以及得改进一下。没有出这个装备之前发育，出了这个装备之后呢，就抓人，就是无敌抓人，感觉还可以。嗯，最后一件出蓝盾，我这个刺客不建议出蓝盾，刺客出什么蓝盾？还有可能有闪，吸口血。不亏，鞋卖了，耐操鞋，护甲鞋买了，把这个卖了，夜刃，无敌了。现在呢，你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无敌了，我夜刃可以防一手石头人的大。还行吧，兄弟们，这把证明了自己吧。钻一局，18个头乱杀，感谢一只苏续费的钻粉。其实我想说，我想那个野又多，头又多又多的那种方法。嗯，偷了多少钱了？偷了1800，28分钟，接近2000块，偷了1800块。少了55的极速，少了极速没事。哦，那我还不出这个了，出个公里圆弧呢。这公里圆弧极速挺高，而且穿甲是一样的。这个夜刃最多带个套，好像没什么。哎呦，塔利斯预言在上，他妈的这么会跑，走了。嗯，还行还行， MVP 伤害最高。这把值不值得你点一个？